汽车头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走在那个旅游巴巴士停啦。对，就系呢一架 Thomas 嘅旅游巴巴士啊。咁啊，最主要咧就系呢份玩具咧，里边咧有一个地图卡啦。咁係富士急嘅，咁咧背脊咧就有一張富士急嘅地圖啦。咁同埋咧，應該呢一個遊戲咧，應該係有兩架巴士嘅，好，跟住啦，我哋就開出啦，好暴力啊！好啦，打開咗之後咧就係咁樣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就係咧拆呢個巴士出嚟先。首先咧就打開佢，之後咧巴士就會走出嚟啦，耶！咁啊咧，我哋就攞咗一架巴士啊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 Thomas 卡卡啦，就咁精美嘅。好啦，咁咧我哋拆咗出嚟咧，就有一架 Thomas 嘅车啦，咁啊好靓仔。跟住有贴纸嘅。咁另外咧都有一张贴纸啦，呢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试下贴先。今天我們這麼開心就買這個 Thomas 的巴士套裝 Thomas 我們今天介紹就是這麼多了，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可以怎麼做呢？我們就 share 出去，記得訂閱我們 like 我們和 share 出去啦。好了，我們今天就是這麼多了，看看下次有什麼新用大家講一下先，拜拜。这个去一号站啊，架车跟住就入去乐园啦，哇，冲咗落嚟啦，垃圾，垃圾。